家家好帮手，人人都说好。广东好帮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坐落于粤港澳大湾区明珠湾灵山岛中交汇通中心大厦803，自贸区核心地标珠三角未来之城。专业生产智能晾衣机、晾衣架，型号有时尚型、经典型、尊享型。豪华型便携式 X 型晾衣架，高级落地晾衣架，不锈钢时尚型蝶形架，高级外飘晾衣架，电动卷帘，五金卫浴水龙头，名誉花洒。作为一家研发创新企业，拥有多项国家专利，是健康家居产业研发实力和生产规模较大的企业之一。强大的研发团队，拥有卓越的科技创新能力，精工细作，匠心雕琢。广东好帮手安装到千家万户，家家好帮手，人人都说好。老师好，我们广东好帮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来到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的豪华版电动智能晾衣机卫浴部分的产品。您正在收看的是广东新闻频道。2020亚洲 VR-AR 博览会，2020亚洲数字展览展示博览会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 9.1 馆盛大开幕。博览会上500多个品牌展商同台竞技，展示当今最具创意最先进的视觉智能产业技术及产品。未来亿万市场容量的广东好帮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服务为一体的智能健康家居制造企业，专业生产智能晾衣机、晾衣架、电动窗、智能遥感器、智能家居等设备。公司将健康理念与科技创新相融合，致力于打造健康家居的高端品牌。我们雄云实业呢，主要是做三大板块，一个做智能家居，一个是做影音，一个是做视听器材和视听设备。我们智能家居板块，我们带来了电动晾衣机产品。我们分经典型跟豪华型。我们电能晾衣机呢主要有四大功能，可以照明，可以实现升降，可以消毒，也可以风烘干。